你们先听我说，规矩常设，不可欺异方圆。你以为我们动车人神圣的体则可以朝令夕改吗？我敢保证，我们已经暴露了。人类一旦得知地球之人的秘密，就会对我们下手了。我们……等等，你刚说什么？扰动了柴油车？难道柴油车就不可以老当益壮吗？哼，看上去像是一堆古董。我这是尊重历史，尊重动车人的传统。像现在这个小子连规矩都……我们刚才说到哪里？不管怎么说，大夫这次救下了芳芳还是有功劳的。铁泽，铁泽，我们应该马上躲起来。这个小子必须保证永远也不要在地上世界露面。不，人类还帮助了我。危险呐，危险，只敬畏方能守规矩。难道想被逐出伏击城吗？所以我怀疑一定是星空系统出了大问题。跳跳，太难以置信了，星空可是你母亲的伟大发明，就像大家的伙伴一样。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其他科学的解释了。还真是伤脑筋，很多人会把星空的错也怪罪到郭阿姨头上也说不定呢。很多人？难道大富他们也会这么想吗？大富，大富，大富，说到请回答。没有回复，我得去地下世界看看。哇，太棒了，我也要去，可别想抛下我。好吧，我想动车人会喜欢你的。耶！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就不去了吧。我保证，人类是值得动车人信赖的。你让我相信你这毛头小子的保证吗？草率、自大、无知。你了解人类多少，又怎么能为人类担保？各位长老，我想到一个超级完美的主意，我想只有我才能想出这样的主意。何不让大副加入能源侍卫队，专门保护在地上世界出任务的动车人呢？让他加入侍卫队。就这么决定吧。等等，让我想想，让我来想什么？这是个很不错的建议，不是吗？一起鼓掌吧。这里简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，太酷了。嘘。哇，动车人。人类。你们居然潜入到这里。快跑。他们一定是人类派来的间谍。不是的。不是的。芳芳队长就是遭到了你们的袭击，把他们赶出去。不是的，我们可以成为朋友的。哼，才不要和人类做朋友，把他们关起来。对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他俩是我的朋友，跳跳和小雨。把他们交给我吧，是我请他们到这里协助调查资源问题的。队长，他们可是人类。是啊。难道你们质疑我的安排吗？没有。大家散了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根据我们对星空日志的调查，基本确定，上次武器失控是因为星空的异常导致的。什么？你们可是保证过星空系统是万无一失的？我为我的失责道歉。我们曾为星空系统设置了3道加密防火墙，
以确保在没有得到人类授权的情况下，他不能接管武器系统。可是，国公，你可知道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吗？那么，请告诉我们，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我需要时间解决星空系统的问题，在这之前，暂停大型武器的使用是唯一的办法。你让我们缴械？既然是星空的问题，那就毁掉它。我希望大家明白，星空不仅是我们引以为傲的高铁技术的杰作，也是人类科技的结晶。毁掉它意味着对人类科技的否定。星空的制作者正是我的母亲，而她也在调查星空异常的原因。可是她为什么会设下圈套攻击我呢？她的目标不是你，而是大副。我？星空是一个超级智能的系统，换言之，它的智力几乎可以媲美人类，而大副屡次破坏了他的计划。那么红剑也是他的目标了？有可能。不好，红剑正在地上世界执行任务。什么？必须马上找到他。激光威力变强了，啊，速度也更快了。来得好！来，啊，近身格斗术。休想跑掉！对，无人机立刻增援未来高铁城监测点。不管你有没有智力，今天你必须变成一堆烂铁留在这里。愚蠢！红剑，无人机已经对动车人展开行动了，加入我们吧，一起消灭他们。哼，和你这样无马家伙一起战斗。所以呢，你答应了是不是？我怂。
小雨，你到底搞什么鬼？有惊喜给你瞧。小雨，我可没兴趣陪你胡闹。等等等等，宇宙无敌悬浮飞车登场。这是，这是我的新发明，悬浮飞车。你我梅林每人一台。真的吗？太酷了！我可是机械发明家哦。我们马上去试试吧。这动力转换还有点问题。放心吧，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了。今后我们就可以和动车人一起行动了。耶！啊，这是？这是在星空日志中发现的神秘字符，像是某种指令。指令？是的。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发现，左边的神秘字符和近期星空发生暴动的时间完全重合。你是怀疑星空的暴动是因为背后有人在操纵它？不是怀疑，是肯定。只是这些字符的加密方式非常高级，暂时无法破解。连你也做不到吗？我需要时间，而我现在更担心护卫队的武器系统，如果不暂停使用的话。交给我吧，那些老顽固整天想着打仗，但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的对手是谁。谢谢局长，我们会尽快查明的。动车人的身份已经查明，他们是一种高智慧地球生物。生物啊，哼哼，无人机是为了研发需要的无人机解决了吗？无人机群已经展开行动，正在运回。很好，可恶的动车人仍自量力。发现无人机，行动！他们在干什么？不好，他们在掠夺监测点。监测点？监测点是地球资源从地下流通到地上的出口，之后会融入到人类使用的石油、矿石等资源中，一直由我们动车人护卫队秘密看护。没想到，难怪你们总是神秘兮兮的跑到地上执行任务。还真是群无孔不入的家伙，拦住他们！哪里走？不能让他们跑掉，大副，我去追击。好，这里交给我。三号分配站出现异常，请求支援。你怎么样？
醒醒，振作！可恶，绝不能放过他们！冬剑，等等！你干什么？别冲动，小心有诈！哼，你要害怕，就待在这里。红剑，大副，三号分配站发生爆炸。收到。后会通过主管道流入到地上世界的监测点，一旦它被堵死，而间歇泉却仍在喷发活跃期的话，能源池内的地球支源浓度就会瞬间变高。那会怎么样？会带来足以毁灭伏击城的大爆炸。爆炸？难道是因为监测点的爆炸导致主阀门被锁死？什么？监测点发生过爆炸？必须马上重启控制系统。无法重启。该死，必须手动打开主阀门，让内外压力值重新平衡，才能重启控制系统。交给我。等等，现在能源池非常危险，如果没有防护设备的话。红剑，红剑一个人太危险了，我跟着他。要小心啊。救了。